我绝对，我绝对为你牺牲，赌着你陪我一世情。我相信，我出来要发表这个意见，绝对让恁耳目一新，刮目相看。如此一来，恁会对我不客气啦，会天助灾祸，万事如意，良心的看待。耶，必保，耶，必保，耶，必保，耶。蒋宋天。哦，好好，我讲，讲，代志就是因为安尼。不但热心共斗三工，而且看到是大人，搁这么尊敬，这么体贴啦。嗯，这种人看起来嘛，无亲像是变身啊。不是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这个淡水湾哦，绝对是一个新鲜的外新鲜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咱行。叔叔，哈，咱要去倒啊？当然是去淡水湾因家啊。啊，你袂记得咱这摆出来目的是？啊，对啊。咱要把迄奖金哦，摕予淡水湾啊！阿英啊，这都给我来就用的啊！不要紧啦，你坐休困啦吼，紧坐，紧坐。阿英啊，我来用的，我来，我来，吼，你坐，你坐。来，你是？你唔该，阮叔叔，阮两个，你总算办吼。啊，对啦，水源啊，就是迄天哦，伫找正妹迄两位将军啊。嗯。哦，我想起来，我想起来啦。我叫你落车。我叫做武杰啦。啊，这位是？这位就是当今新上夫人。嗯。拜见新上夫人。别嘞，起来。你就是迄个新选哇，新鲜淡水湾。是啦。新上夫人啊，其实我无参像别人讲的遐尼啊神奇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有心灵也好。放心，你爷爸，只要吼你唔是去骗人的钱，安尼就好啦。嗯，不过，伊哦，你，是，嗯，陈志远先生，这是啥？这是银两。啊，这银两是要从啥？这银两哦，是你应该摕，因为你替阮技工组找着伊的证嘛，所以阮就照正常的约定，把这赏金给恁啊。阿英啊，你看吼，咱即摆有这么侪银两啊，后摆咱会钱吼，咱就变超凡啊。上，哎，陈水源，阿富少爷，言话兼讲啊，听讲你也心酸。这讲对啦，阿富少爷，唔知影有啥代志啊，是爱阮相哥啊替你解决。我阿富啊，伫地方上算是好顶的人物咧，敢有啥物代志需要你替我解决？
那安尼好，阿个少爷，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要找阮呐？阮某吼，即马有够高的心啦，我是看伊是查甫的，是查某的啦。啊？哎呦，阿富少爷，你慢慢点，莫困生笑。啊，今即马这个囡仔还袂出世啊。啊，有我要咱阿公少林，即马巴肚底囡仔是查甫啊查某的。是啊。我是听讲，庄仔人叫你心酸，我心酸。敢讲这小小代志，你是算袂出来？莫非你是看我无，不爱插我哦？阿富少爷，你唔通误会啦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那你甲我讲，这是查甫的，是查某的？哎呀，啊，这哪会着看啦？啊，我凊彩看看吼，都会用个回答你啊。你知影？我当然嘛知影。叔嫂，你哪会知影？是啊，你莫袂记，你是无两家。还是尖的吼，我就知道了。这有啥物无共？哈，你甲看，这巴肚若是硬的吼，就是生查某；啊，巴肚若是尖的吼，就表示一定是生查甫的。但是这我甲看起来嘛，这体硬的，绝对是查某的啦。查某的，这要我其实你干啥？叫你这么累哦，我有讲过哦，这摆若无甲我生查甫，我甲你自然。哎，你这个人啊，真个无讲道理哈！不管是生查甫、生查某、生来，你嘛恁囝，就是讲啊，像你这种重男轻女的人，有啥好啦？这是我阿公某代志，你俩免管啦。你，爹，你别等你，我写字就甲你自然讲。爹，你啦，爹，你啦，我求你啦。大姐，大姐，这话别落。脾气真大诶，伊是你某诶，当唔当都要讲你言啦。这我代志你免管啦，再免管。你敢知后边老查某是啥人？啥？当今新上的夫人啦，啥？就算讲新上夫人嘛，未使管这种代志啊。你，哎呀，是安怎大人听到我是新上夫人，都不屑于我，你真是气死我了！我绝对替你处理的。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啊！你莫白来哦，你莫怕人。你敢知这啥物？你敢知这啥物？袂用的。啊，这种代志吼，我袂用的，让咱继续落去啊。啊，万一若出啥物差错，恐惊变成一尸两命呢。我看吼，我还是先想办法甲应付一下啦。好啦好啦，你拢莫过弯啊啦，莫过弯啊啦。阿富少爷，你放心啦，啊，那少夫人伊这体哦，会是查甫的啦。水源啊，你讲我某这体是查甫的哦？是啦，是啦。那有可能啦，我明明看伊就是查甫的。啊，新少夫人啊，你莫再讲啊啦，阮相公哦是心酸的，伊讲啊是查甫的，就是查甫，绝对无问题的啦。是啊，是啊，阿富少爷，我哦拄好有甲你算过啊。啊！若少夫人伊这天哦，绝对是生查甫的啦。所以哦，你回去了后，爱好好照顾少夫人呢，哈。这个也好，谢谢。当然嘛，是真的。我唔知影。喂，哦，哦，你安那情形情况都共款哦。
阮某伫内底生囝，我当然会烦恼啊。嗯，我看你不是伫烦恼恁某，你是伫烦恼恁某巴肚内迄个查甫囡仔对无？无啦，伊两个拢烦恼啦。哦，无哦，哎，我请问借问你一下吼，啊，若这天是查某命呢？袂啦，今年新选公是生查甫，一定生查甫呀。阮叔叔的经验哦，是讲会生查某的。我嘛较相信阮叔叔讲的话会生查某的哦。嗯，生查某。生查某的。生查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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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。生查某。生查某。生查某。你讲你是心酸，你讲啥就是啥，真正这么准。我著看到阿富少爷安尼招待少夫人哦，我实在看袂落啊，啊，唔只会凊彩甲讲讲。你讲你凊彩讲啥的？你哪会讲这种话啦？少夫人，阮某是生查某，是查某的。清楚，既然新传讲是生查甫，结果嘞，生查某。对你的心永远袂冷，对你的心永远袂冷。既然新传讲是生查甫，结果嘞，生查某，生查甫呀！生查甫呀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要倒啊？我要去来看我后生啊！哎呦，不一定的呢，囡仔带出事，阿英即摆来替伊洗身躯啦。还佫有，你某带洗了吼，伊需要休困。你即摆去外口买一罐麻药，加倒来甲恁某补，知无？我看代志要来无用啊！足无想要讲，但是我无讲我会艰苦。恁某甲伊生查甫，你着欢喜干呢啦？啊，若是甲伊生查某，就要共离缘啦。少年的个性哪改的啦？要讲嚣掰，嚣掰佫无成。甲你讲，嚣掰是安尼，佮叫嚣掰啦。嚣掰无落屁股啦，查甫查某拢共款啦。我来讲，若无甲恁囝哦，大汉无爱插你哦，你着变孤单老人啊啦，听着无啦？好啦，你安尼讲都袂要紧啦，我以后改。哦，好啊，即摆有重要代志，我先走。哦，我先走。好，莫阁摇摆啊。吴杰，你感觉这个淡水湾，敢真实是心酸？那无，哪会连生查甫、甲生查某，拢讲到这么准？啊，这无啥物肯定啊。文太师遐消息，你探听了安怎？文太师已经摆下十全钉内底的第全钉啊！哦，那安尼就太好。强子吧，我倒唔相信你遐尼好交，逐届拢互你倒走。即届你等你想死。也毋过，之前强子牙已经破天全钉啊，即摆即个第全钉，你放心。虽然强子牙已经破掉天。也毋过，当初伊伫破定的时阵，就已经真吃力啦。我认为伊无可能会当破第绝定。搁再讲，这金天君已经死啦。掌管这第绝定的人，就是金天君的小弟金地贵。我相信一定会尽力替伊阿兄报仇，对付强主角。啊？那你算落来，咱安怎做咧？即马上重要的。阮就是爱将强主角引入去第绝顶啊！无唔对，先将强主角杀入去第绝顶，
到时阵，咱两个轻轻松松就会解决蛋上。嗯。照你安尼讲，这个人确实是非常的好运啊。只不过，先生，只不过什么？李公子，这所有代志拢是一体两面啊。假使讲这淡水湾将个好运用在好的所在，那恁能帮助真济人；啊，若是用在唔好的所在，恐惊就是自找死路。我是什么代志？叔，前方的兵书回报，西岐南方的韩城即摆去拄着洪灾，听讲哦，韩城内底的粮食拢去洪塘食了了的，即摆遐百姓已经到无物件通食的地步啊！是啊，叔兄，你紧决定啦，看咱西北府哦，是不是应该对韩城开粮进灾？新雄，你认为如何？我看这件代志。唔免咱插手啊！无啦，阿母你老你讲啦，还是阿伊无买通食呢，咱哪用安尼放成这么管啦？就是，我咧讲有我的道理啊。因为韩城主已经请一位有心算的华先生去解决这个代志，所以唔免咱插手。华先生，我嘛唔知影，我来看卖啊吼。啥人？啊恁是？请问遮有带一个外先生无？是啊，有啊，伊就徛伫啊你面头前啊。我是韩城主派来，韩城主邀请外先生到韩城做客。韩城，啊唔知恁城主找我什么代志吼？处处关系到韩城来千千万万人的性命。所以阮城主有交代，阮一定要请到外先生回去。若是外先生借口推辞的话，今日就算讲王伯的，阮嘛要将外先生带回去韩城。一届天灾，我嘛知影非同小可，城内百姓大家都非常的痛苦，我心肝内还佫比因较痛苦。该想的办法，我嘛已经想啊；该做的，我嘛已经做啊。但是一丝仔对因拢无帮助。本城主一直认为我为政尽职，时时刻刻拢都是为着这百姓在设想。天公伯啊，你哪会变安尼考验我呢？城主，其实这切嘛会当怪你啊。好，你免阁讲啊。我既然身为城主，咱城内大大小小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要帮助因渡过这届难关。这无你的代志，你承诺。是。天公伯啊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求你可怜我韩城所有的这百姓，拜托你落我好，好无？假使讲若需要用我的性命来换，我愿意。丁城主，你要我去请的外先生，即马伊人已经伫外口等候了。紧请，先请。草民淡水湾拜见城主。免礼免礼，感谢天公伯啊，我韩城的百姓有救了。城主啊，唔知你这边找我来遮吼，有啥物贵事吼？外先生啊，城主啊，你莫叫我外先生啦。你就叫我水源就用个啦，啊！你安尼
换新鲜，换新鲜来叫吼，吼，我足袂习惯的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你都安怎讲，我就照办啦。清水换新鲜啦，啊，当你一路来嘛有看，啊，我韩社吼，诶，遮侪岗位拢靠换吼，民不聊生，啊，这逝车换新鲜，你来就是要来甲我斗三工，解决这个困难啦。哦，嘿，啊，城主啊，啊，请问我会当跟斗三工啥哈？请换新鲜吼，替我吼。韩城的所有的百姓吼，求一块好啦。月亮有时半边，有时晴，路有时坎坷，有时平。暂时相陪，爱愈甜。无相逢，哪会有分开？对你这段情。何必天？为着咱的梦，甘愿等落去。为着你千山万水算什么？